大家好，那股市的操作，尤其指数的操作哈，你想掌握倍数的获利啊，指数要掌握倍数的获利啊，怎么做？掌握趋势嘛，掌握转折嘛，趋势转折要掌握得十分的精准，而且不能犯错，你才能轻而易举掌握倍数的获利啊。如果你转折老做错，你还谈什么获利呢？你倍数的亏损差不多，对不对？指数400点就是一倍嘛。那你要一倍以上的获利，来自己全国投资人远的都不要讲了，4月份叫你放空800点，5月份叫你翻多700点，这都不要讲了。光从这一次7月底10994。全市场，全中华民国，唯一一个领先叫你放空的老师是谁？你加入我 LINE 都有，对不对？你不要说事后马后炮。来，我们看一下七月，你加入我的 LINE，你看7月30号，7月30号的 LINE 有没有？告诉你10835，赶快放空嘛！7月30，7月30，看一下在哪里好吗？7月30，当天一早还在10909，当天一早告诉你赶快放空，告诉你要崩盘嘞，你不相信，一下来多少点？多少点？有没有倍数的获利？400点一倍，有没有倍数的获利？啊，800点呐！所以这一次跟着我们994全利空的投资人自己看到了，是不是两倍的行情送给你啊？啊，两倍的行情送给你啊，不啰嗦，对不对？那下跌破底哦，有没有？下跌这里是不是告诉你破底哦？那从上礼拜告诉你，短线10180，短线会破底怎样？破底反弹哦，会破底反弹哦，有没有？都跟你讲了，但是反弹上来大不大？清不清楚？把每一个转折都给你交代的清清楚楚嘛。七月底还没跌，领先告诉你要崩盘破底，破线破底。上礼拜破底，告诉你要反弹，但是反弹上来，告诉你反弹结束上来要怎样？这个字够大了吧？反弹上来还是要空你不要搞错你不要以为反弹上来又要11000、12000，所以你看每一个转折，我们是怎么事前交代的？那你台面上跟很多老师，对不对？每天就是什么支撑关键价、多方关键价、空方关键价，哇，什么？关键价讲了一大堆，好像很懂，结果呢，从10999994一路做多，结果呢，会员全部赔800点，期货赔800点，你就是100万赔200万呢，200万赔400万呢，你本金赔光，你倒赔一倍哎，那你告诉我你还玩什么？所以今天台面上很多老师讲得很，每天天花乱坠。什么多方关键价、空方关键价，什么哇，就说关键价一大堆，结果一路做多，为什么转折看不懂？所以你跟我张，跟我张大文，我有没有跟你讲什么这个关键价、那个关键价？我没有废话，我只有告诉你多跟空嘛，赚钱就是多跟空嘛。所以我们 AI 程式就掌握趋势、掌握转折嘛，还没有跌，领先告诉你要向下破线，全力放空。800点，重挫破底，告诉你反弹，对不对？那从8月6号是不是10149告诉你反弹？8月7号310还是多，还要反弹吗？夜盘8月7号13357还是多，告诉你反弹没结束嘛？昨天呢，又300多点了。是不是快要400点了？这又快一倍了吧？从10149告诉你，
短多反弹，这又快要三四百点的行情，有没有？那昨天弹上来大涨，全国投资人啊，你的老师呢？啊，又一路做多了啊！对对对，很多老师一看到涨就拼命做多。那很多老师昨天从10460一路做多，一路做多。你看我昨天带领全国同学做什么动作？昨天所有加入我们的 LINE， 你加入我张大文的 LINE， 你看我怎么照顾你的？昨天8月16号，所有 LINE 的同学，大户大家早，大户 AI 城市开盘10463转空，哎，昨天呢，来，对不对？昨天呢，哦，有没有463又转空了？哎，从上礼拜有没有？从8月6号是149多，对不对？你好好看一下，从七月，对不对？从7月份，7月20号835放空，对不对？7月29号还是告诉你空，7月30号835还是叫你空，7月31号740还是叫你空，8月1号680还是加码空，一口气是不是快800点？8月6号有没有下杀10095反手短多啊？835的波段空单开始反手多，8月6号10149多，对不对？10149多，来，导播这里，10149多，对不对？再来，8月7号10310还是多，8月7号有没有赖357还是多，对不对？昨天一早463空，啊，来看一下昨天一早463，来看一下时间，8点47分呢，10463空哎，啊，昨天8点47分10463空哎，你相信吗？啊，昨天全国同学8月12号有没有压力10475附近赶快空啊？昨天的高点多少？昨天的高点多少？对不对？昨天高点10477耶，对不对？昨天高点还10477耶，啊，有没有？昨天一早 AI 城市463空，8点47一开盘两分钟，哎，你会做错吗？啊，昨天全国投权再交代你压力475附近空，昨天高点还在477，啊，来看一下 AI 城市，昨天10463一空，来导播，有没有？下面一翻绿，一绿到底。我们的 AI 城市现在网络都可以下载啊。昨天10463空啊，今天杀到哪里？10319，你告诉我，昨天光是463的空，今天你告诉我是不是将近150点？收分题嘛，144点。你所以你需要张老师，你怎么那么准吗？你看昨天 AI 城市就跟你讲得很清楚了嘛，一开盘全国同学463空通通有，一空下来144点，你要猜你要赌吗？对不对？所以这一波 AI 城市从994空下来送你800点，对不对？反弹短多送你300多点，昨天大涨，463再度转空，今天不再杀140点，有没有？所以这里反弹300多点，先帮你掌握到。昨天转空，今天140点，哎，这两趟又400点呢。你要不要佩服 AI 城市？还有张老师的专业？你看哪个转折，我不是事前跟你预告？我这个图上礼拜就画给你看了，先短多再空，有没有完全一样？哈，有没有完全一样嘛？我在7月底告诉你转空，有没有崩盘？上礼拜告诉你先多再空，反弹再空，是不是一样？
什么叫准？这就是专业，懂不懂？你不是跟一个老师每天跟你是不是多方关键价、空方关键价讲了半天，多空不知道，所以很多老师很糟糕，一路做多，哎，赔800点，对不对？下来全部停损，啊，前两天涨了拼命做多，你今天又赔100多点了，这不能乱做，你很清楚嘛？昨天大涨已经告诉你转折反弹上来还是要空，所以昨天大涨你怎么会接多呢？你不可能去接多嘛，对不对？昨天大涨你怎么会接多？你怎么接今天怎么赔？啊？你跟着老师今天一早很多人10380拼命买，你买啊，怎么买怎么赔啊？那你懂转折，你怎么会伤到？你很清楚这里要杀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再看，所以指数已经几倍了，啊，这里空下来800点，反弹300点，这1100了，今天又150点，哎，已经这1200多点了，1200多点，完美 ，no mistake， 有犯错吗？对不对？你看转折精不精准？事前讲得很清楚。啊，再来你看选择权，对不对？我们7月底预估转空哦，陌生段哦，所以不仅期货放空，带你掌握800点，选择权有没有？10700那时候买 put， 7月30号买 put， 当时在80哦，就当天最低点多少？来导播看一下，当天最低点多少？72，亲眼看一下，短短几天，一天、两天、三天、四天、五天。72涨到多少？导播拉近一点，630呢？你不要开玩笑，你有没有看过这种报价？啊，短短5天，导播从100不到喷到630，你够不够？赚翻了！所以你看选择权让你赚几倍？自己看几倍啊？我不是我夸张啊，啊，有没有2倍、3倍、4倍？哎，70变630，你告诉我几倍？8倍啊。所以你当时7月底，你跟着我们选择权，你丢个10万，丢个10万变80万，丢个100万变800万，200万变，对不对？8倍啊，200万变8倍多少？我还不会算了，是吧？10万变80万，啊，200万乘以8，哎呦，1600万啊，吓死人了啊！100万变800万，没错，200万变1600万，是不是？所以你掌握到工具嘛，好不好？啊，掌握到不同的工具，指数加选择权，你看几倍？所以这一次800点的行情，指数2倍，选择权是8倍，好不好？那反弹上来，机会又来了。我跟你讲啊，反弹上来，机会又来了啊！你不要做错了，好不好？那从8月6号告诉你短多啊，已经画给你看短多。300多点送给你，昨天463空，对不对？今天是不是100多点了？对不对？好不好？那今天 AI 城市怎么操作？我讲每天50点嘛，一个月就20万嘛，明确的多空讯号，预判趋势力道。来，今天全国赖同学，今天一早37续空有没有？今天一早37续空，来看一下，一早9点48分37续空。你看空下来多少点？导播右边一起照，对不对？37续空有没有？哦，你看获利多少点？一下来你看多少点？50点呢？有没有看到？所以一早37再空，你有 AI 程式，你会早上做多吗？很多老师早上380拼命买，你买马上杀啊！今天一早 AI 程式9点48分37空下来，又是50点呢，有没有？接下来呢？哎，338短多，有没有？10点钟，10点12短多，对吧？短空，这都是短线，这是短冲的操作。短空送你50点，短空单回补翻多10338翻多，你看看上来多少点？38，你快40点了。所以今天 AI 城市你看很轻松啊，一早，对不对？37先空50点，338短多，是不是将近40点？啊？所以一早9点48分37短空，是不是50点？到了10点钟338翻多40点，今天一早多空2趟，
有没有五十点？有没有？有没有五十点？两个五十点，下班了。这短线当冲的部分，就一天，你看，两个五十点下班了，你懂不懂？所以指数操作，波段归波段，短线当冲，你要把握 AI 程式啊。今天一早先空再多，对不对？1037先空，就这么清楚，五十点翻多上来四十点，对不对？今天早上一个新加入的，用我们的软体，哦，一天都冲100多口，今天一早，哇，太清楚了嘛，对不对？空，哎，不用害怕啊，下来空单要不要回补？你看，你不要问老师嘛，哎，什么关键价在哪里？不要嘛，下来力道翻多，哎，空单回补短多，哎，上来又四十点，他一天冲100多口，你看今天赚多少钱？对，这样就赚到翻了嘛，好不好？好，欢迎大家，好不好？那操盘大师到你家啊，把 AI 程式带回家，好不好？软体加电脑，再来股票操作，哎，股票操作要特别注意啊。那主力筹码更是重要啊。股票操作来看一下，啊，主力进货就大涨啊，对不对？升阳半，你看看 AI 程式来导播拉近点，是不是从40多块一多到顶？哎，40多，哎，跟你报告主力筹码翻多，今天已经多少了？8字头嘞，你40万变80万嘞，还在创新高啊！啊，再来送你的，对不对？四星从70多拉回80多，告诉你还会涨哦，还会创新高哦。昨天你看看多少，啊，对不对？今天高点了，有没有创新高？又涨了50%嘞，再创新高啊！啊，当然短线震荡，好不好？四星拉回来哪里可以买？跟着我们做，好不好？大涨50%创新高。短线拉回，神盾202是不是送你？主力筹码翻多，今天神盾呢？有没有创新高？240哦，神盾要涨到哪？啊，这是三星 Note 10的商机，对不对？什么商机我们都跟你讲了，我们不是随便射飞镖啊。那错过升阳半的，大涨了快要一倍了哦。那告诉你，同样升阳半是什么 ？TWS 商机，无线蓝牙耳机大卖。今年手机智慧型手机衰退将近10%呢，但是 TWS 无线蓝牙耳机今年出货暴增将近80%以上，所以今年全世界所有的产品通通衰退，中美贸易大战也造成衰退，只有无线蓝牙耳机大卖啊，苹果 AirPod 大卖，而且出货暴增80%呢，好不好？所以错过升阳半涨了快一倍的。跟你讲，升阳半二号很有机会哦，100多块，打入苹果无线蓝牙耳机一线供应链了，对不对？涨到140多块啊！再来升阳半二号、三号，好不好？无线蓝牙耳机从50多块，也是苹果的供应链啊，有没有？是吧？今天还在6字头，好不好？这两天已经稳稳的站在6字头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再来特别注意啊、哦，那有的股票涨多了，你看。大盘现在不要啰嗦，没什么好讲的，好不好？长空短多，我这样讲就讲完了。你不要很多老师告诉你这里有大行情，指数你不要指望大行情，这里长空短多，而且这里有两个很严重的缺口，懂不懂？所以上面是个倒状反转头部形态，只要这个缺口没有过，一切的反弹你要站在空方，你不要搞错。好，我这样讲话很清楚啊。所以很多股票像文茂这一波从150涨到278，对不对？文茂3105，你要注意一下啊。从150涨上来，但是这一个月已经出现了什么双头形态啊？而且这个礼拜的高点不过前高哦，没有过哦，懂不懂？所以短线要注意多头回马枪修正哦，哦，双头形态确立要修正哦，懂不懂？所以主力筹码转空你要注意哦。宏杰科一样啊，从40。有没有？所以这里有的股票开始转空，你要注意哦。从40一路涨涨涨涨，对不对？来到76，短线已经出现什么？啊，主力筹码，这是个主力筹码转空的结构，你不要搞错哦。啊，所以有的股票转空，你不要搞错哦。所以现在不是所有的股票都转多，不是所有的股票都像我们的升阳科那么厉害啊。你看我们的升阳科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完全没有头部结构，一直涨，对不对？那送你的四星也是啊，一直涨创新高，对不对？创新高拉回再创新高，
有没有创新高拉回，创新高拉回再创新高，它是不断的创新高啊。但像稳茂你就要注意了哈，已经对不对两个头部了啊，要小心了啊。宏杰科好不好，已经一个头部结构了，你要小心哦，好吧。所以现在有的股票是多，有的股票开始是空，你要注意哈。那大盘长空短多的结构没有改变，好不好？所以反弹上来还是要注意空点啊。我们把话都交代得很清楚，好不好？多空绝对不是你在那边猜啊，不是幻想。好，希望大家好好把握，好不好？那把操盘大师带到你家啊，帮助你成为赢家，好吧？跟着我们一起发计划啊，如何软体搭配电脑啊，日盘加夜盘，好不好？那专业的聚会跟教学我们都会定时的来举办啊，加入我们，我们不仅要给你鱼吃，还要教你怎么钓鱼，懂不懂？让你长长久久的成为市场赢家啊，赶快跟着我们一起放。免现金的时代来临了，接口支付 LINE Pay 拍钱包选择折抵无上限， UU Pong Happy Go 80点现折20元，绑定亚洲万里通每趟回馈十里数，立即开启55688 APP 点数折抵最划算。华信投顾，我们用最高的标准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，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提供每个客户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，诚信专业负责，引领您投资市场反败为胜，蓄积财富。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，华信投顾02-239-239-88 02-239-239-88。华信投顾，我们用最高的标准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，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提供每个客户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，诚信专业负责，引领您投资市场反败为胜，蓄积财富。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，华信投顾02-239-239-88 02-239-239-88。华信投顾，我们用最高的标准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，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提供每个客户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，诚信专业负责，引领您投资市场反败为胜，蓄积财富。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，华信投顾02-239-239-88 02-239-239-88。大家哈，那指数操作掌握倍数的获利哈，要掌握转折，掌握趋势哈。那全国投资人七月底跟着我们全力领先预告放空哦，全力放空哦，啊、哦，全力空啊、哦，空了一个礼拜啊、哦，结果呢，崩了800点，对不对？漂亮啊、哦！那选择权当时布局的10700的卖权，你看看从80哎，短短5天，你看从80来导播。是不是最低72，五天涨到630？你告诉我几倍？你丢个10万就变80万了啦，不要贪心，你20万就变160万了。但是要掌握转折，好不好？只有掌握转折，才会有好事发生啊！8倍，那打下来告诉你跌升哦，破底会翻哦，但是反弹怎样还是空？然后把空画的那么大，就是告诉你不要幻想，你不要以为涨上去要飞到天上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从8月6号是不是叫你做多，对不对？1310多，357多，昨天是不是300多点，一口6万哦？但昨天涨上来是不是告诉你上来还是空？昨天有没有全国赖的同学463转空了、哦？今天呢？
140点，有没有？那 AI 城市今天早上37还是空啊，先空再多，这是短线当冲的，所以今天9点多37空下来，是不是50点？338短多10点钟上来，是不是40点？今天 AI 城市短冲操作，先空再多两趟，你看看，也送你90点的行情，好不好？所以指数操作不要猜测，不要幻想，想尽办法把操盘大师带到你家，好不好？有专业的工具，你操作才有依据，你才能稳稳长长久久的成为赢家。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我们用最高的标准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，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提供每个客户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，诚信专业负责，引领您投资市场反败为胜，蓄积财富。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，华信投顾02-239-239-88，02-239-239-88。华信投顾，我们用最高的标准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，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提供每个客户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，诚信专业负责，引领您投资市场反败为胜，蓄积财富。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，华信投顾02-239-239-88，02-239-239-88。华信投顾，我们用最高的标准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，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提供每个客户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，诚信专业负责，引领您投资市场反败为